7月27日，安宰贤更新 ins 晒出来多张站在绿植前面的照片，照片中安宰贤戴着口罩和运动发带，穿着休闲。据悉，这是安宰贤在2月份清空 ins 后的首次更新，不过这次更新没有开放留言。据悉，安宰贤去年9月向具惠善提出了离婚诉讼，具惠善也聘请了律师，于去年10月向安宰贤提出了反诉。具惠善和安宰贤于今年7月15日正式离婚，两人将各走各的路，为彼此的未来加油助威。双方也再次为二人离婚一事引起各方争议而道歉。安宰贤方面相关人士透露，因为心里很痛苦，所以想要赶快结束这些事情，在调解的时候达成了协议。而具惠善恢复单身后，在个人社交平台上传两张美照，并发文自我打气，再次回到充满斗志的人生。